干什么呢？打坐。你又不是和尚，打什么坐呀？这你不懂。不懂？不懂你就不能教我吗？哎，古言哥，就像小时候你教我读书一样。哎，几年不见，我怎么都认不出来你了呀？你不也变成大姑娘了吗？是啊。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新郎了，我呢就可以天天和你在一起了。顾言哥，我喜欢和你在一起。你回老家的这些年我好想你哦。哎，湘月，我教你念经怎么样？念经啊？念什么经啊？佛经啊。我又不是尼姑，念什么佛经啊？哎，顾言哥，我困了，想睡觉了。那你睡去吧。哎，那你睡哪儿啊？我就在这儿打坐了。好吧。哎呀，老爷啊，恭喜呀，恭喜呀！哎呀，老爷，您现在啊，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吧？静等着来年抱孙子吧。孺子可教也。以前也都怪我对他太严厉了。只要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，在家读读诗经典籍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是，佛家的很多道理跟儒家也是相通的嘛。对。
因为韩七龙久坐之席，夫君何不到椅子上坐呢？冰寒正好。额姨，额姨，你不要哭，这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我父亲，你要嫌弃我，你就直说。没有，没有的事啊。我知道，外面对我有些闲言闲语，如果父亲你要相信的话，什么风言风语的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是世上少见的好女子，可这问题他不在你这里呀。那问题在于你没有谭家小姐好。不是，你们都挺好，是我不好。夫君，你有什么问题说出来，兴许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。你哪里分担得了啊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风雨来临各自飞，我终究是要辜负你们的。夫君，为何出此言呢？须知生死无常，我们又何苦执着这种情因呢？莫非夫君你真有看破红尘出家世博的想法？这个念头我由来已久，只是你既然已经立志出家，你为何不早些讲明也好退婚？如今我们俩已经生米煮成熟饭，你叫我们两个如何是好啊？我知道我罪孽深重，但是父命难违，现在已铸成大错，我更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为了两位小姐的清白，我们已经拜了天地，又入了洞房，我们还有什么清白可言？我的命好苦。额英，我的命好苦。额英，你别哭了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孩儿给爹娘请安。好，顾言，你的两位媳妇可都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你可要好生待他们。孩儿知道。来，媳妇儿，过来，来，快过来，坐到娘身边来。以后啊，顾言啊，就靠你们好好照顾他了。如果他要是欺负慢待你们，就跟娘说啊。嗯。哎，额英啊，你的眼睛啊，怎么红肿红肿的呀？没什么。是不是昨晚上哭了？不是，可能是昨天的鞭炮烟尘落入眼中刺的。哦。
连哥。夫君，你叫我们呀？啊，你们请坐。啊，何云姐，来，好。连哥，给你茶。好。何云姐，哎，谢谢。二位在上，请受古言一拜。哎呀，夫君，你这是为何？你们坐下，听我慢慢说。我叫古言，有负二位深情厚谊，理应负荆请罪，但百拜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。你有什么罪啊？谁让你拜我们呢？我考虑再三，今天干脆把话挑明了，二位若能听进去就听，若听不进去就散了。什么？刚成亲就散了？妹妹，听夫君把话讲完。我终究我还是要出家侍佛的，但现在我既不能违抗父命，又怕耽误二位小姐的终身，所以古言哥，你真想出家吗？那就带我和何英姐一起去吧。出家是独身，就是抛弃别子，就是……哦，不行不行，你出家了，让我们怎么办啊？你要敢出家，我就告诉爹娘去。如果我今天说的这些话让爹娘知道了，那我只好被迫马上逃走。你，哎，妹。为了免受情爱所困，在我出家之前，我们虽为夫妻，但不会同床共寝，不知二位小姐意下如何？哦，古言哥，说了半天你就为这事儿啊？嗯，没有关系啊，反正你要出家呢，我就跟你一起去。现在我已经嫁给你了，你要是不想出家，一个人想睡在地板上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睡的，有一个人睡在我旁边我还不习惯呢。何英姐，你说呢？俗话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如果有朝一日夫君真是出家了，只怪我们两个命苦，我们两个嫁给夫君是为了托付终身的，岂可贪一时之欢？如此，我再给二位作揖了。哎呀，古言哥，别拜别拜了，那么多礼节干什么？夫君，既然你早已心向佛门，必然对佛学深有了解。记得唐朝时有个南岳怀让禅师，不知夫君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了，他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大弟子，我十五岁的时候啊，还偷偷地跑到南岳，还去拜一过魔镜台呢。魔镜台好像有个典故，夫君给我们两个讲讲。嗯，好啊。话说南岳怀让在南岳修行的时候，见到马祖道一整天在一块大石头上打坐，便道：大师，你打坐干什么？马祖道一说：求成佛。第二天，南岳怀让什么也没说，就拿了一块砖在地上磨。磨了几天，马祖道一终于忍不住了，于是便问大师：磨砖干什么？南岳怀让说：磨砖是为了做镜啊。马祖道一嘲笑道：磨砖岂能磨成镜子？南岳怀让回答说：既然磨砖不能成镜，那打坐岂能成佛呢？既然打坐不能成佛，那以后夜晚夫君就不要在地上坐得太久。嗯，对，不要坐得太久。哦，感情绕了半天你把我给绕进去了。
乐英，你对佛学还真有了解。只是在家里闲着无事，偶尔翻了几本书，以后还请夫君多多指教。太好了，如果我们能成为闺中静侣，一同修行，那不皆大欢喜了。夫君他要真出家的话，我们两个就得独守空房。我不管，反正他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跟他去不就行了。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我就不让他出家。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出家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哭啊闹啊对他都不起什么作用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关心他，爱护他，用咱们女人的温情来温暖他冰冷的心。我想日久生情，人都会变的。妹妹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成了他割舍不了的亲人，你想到那个时候他还会想出家当和尚吗？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姐姐你就是比我聪明。嗨，来咱们接着绣吧。古言哥、你回来了。小妹。来。你还没睡啊？没睡呢，等你回来呢。来、快坐坐坐。你怎么今天对我这么好？我每天对你不这么好啊。床也给铺好了。是啊，我早就铺好了，就等你回来了。来坐。来、茶都给你沏好了。古言哥，我帮你捶捶背吧。不不不不用。不用。那我给你洗脚啊。拿。这。不。不要、快起来。小妹。来嘛，洗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对我这么好。没怎么。我打算以后每天都对你这么好。你鼻子怎么样？别。千万别、别这样。否则我会很不自在的。跟个木头似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我累死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夫君，我有两句话不太明白。说来听听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即搬柴。哦，这两句话意思讲的是我们要把修行放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比如说运水啊搬柴啊等等，都可以当作修行。这么说那修行并不一定要到寺庙里了。那当然，不过寺庙里更集中，没有干扰，更静，更利于修行。哎，夫君，但佛家怎么又说十字街头好修行，心静自然静？当然还说啊，如果一个人心不静的时候呢，坐在家里嫌人吵，跑到深山呢嫌鸟叫，在岩洞里还嫌虫闹。当然对于有根气的人来说，住在闹市而不为心动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是谁说的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书上说的是你常提到的那个马祖道一的弟子叫什么，庞韵的。哦，对，唐朝的庞韵居士。他可是一个大成就者，不过他一生没有出家。这不出家也能有大成就啊？有，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要出家啊？这练和人不一样吗？说的也是啊，不过庞韵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一个榜样。
这才是天伦之乐啊。嗯。哎，这孩子整天就知道吃了睡，睡了吃的。哎，哦，嗯，吃饭了。哎，你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？我能干什么呀？顾言哥他娶了媳妇儿，就忘了兄弟，整天都不理我。这，你去吧，他们在那儿呢，跟他们玩去吧，嗯、去吧。夫君，那庞韵、嗯、他有家人吧？有，庞韵，他有妻子，有儿子和女儿，他一家人都学佛。一家人能够一起生活，一起修行，那该多好啊！这，哥，哎，哥，富国，哎，你们谈什么呢？他们都谈一些佛学呀、出家不出家之类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哎，富国，我们两个一起玩吧。你得叫我小叔子。我凭什么叫你小叔子？本来就是小叔子嘛。你讨厌。古言哥，你看富国总是欺负我。他欺负我。富国，你欺负我。夫君，把这碗莲子银耳汤趁热喝了吧。罗英，是你啊。夫君，你在抄什么呢？在抄着金刚经。以后让我和妹妹帮你抄吧，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多看看书了。那太好了，抄经也是有功德的，也是修行。来，先把这碗莲子汤喝了，我来替你抄一顿。歌英，好秀美的一首小楷，真看不出来你温柔贤淑，才貌双全。可是这偏偏夫君看不上。哪儿的话，要不是我有志出家。只是开玩笑罢了。来，夫君，来，先把银耳汤给喝。正清，你听着，你儿子谭世奇参加太平军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什么？犬子丹一年前离家出走，老夫确实不知道他参加太平军呢。如果不是萧大人担保你毫不知情，恐怕连你全家都得问斩。朝廷念你不知内情，免去你的死罪，但你身为朝廷命官，教子无方，当受株连。来人，对，着力罢免谭正清所有官衔俸禄，贬为庶民，所有家产一律充公。快，快！大人，
我儿子参加太平军有何凭证？嗯，看看报。你儿子还是太平军的一个小头目，一个月前这群太平军被湘军包围，已经进监于乌龙山下。你是说我儿子他已经死了？冲！冲！宦海沉浮，命运多舛，这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。谭大人，还需节哀顺变呢。哎，如果不是萧大人力保，我全家恐怕都已经成刀下鬼了。请受谭某百礼。哎，亲家翁，万万不可。到了今天这一步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不知亲家翁作何打算？哎，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儿子死了，家也给抄了，我只好回湖南老家种地等死吧。哎，亲家翁不必这样悲观，人生无常，说不定将来还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。小大人不必为我宽心了，我已万念俱灰，还求什么将来呀？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怎么转眼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？大千世界，人的生命何等脆弱，探视其死了，死了他会去哪儿？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出家修仙。萧氏门下列祖列宗，我萧顾炎承祖宗血脉之缘，父母养育之恩，本应延续香火，光耀门楣。然而我深感七情六欲就如火光，红尘滚滚，形同虚幻，因此决定出家修行，以求解脱之门，请求列祖列宗宽恕。哥，有眉目了啊！什么事？哎，你不是让我打听一个比较远的寺庙吗？嘘，轻一点，打听到了。哎，远着呢，我跟你说啊，家里呀，绝对找不着。哥，你真的想好要出家呀？我就是想不通，这出家真的有这么好吗？你不知道，出家去除一切烦恼，得大自在，得大欢喜啊。既然这么好，那我也跟你一起出家得了。嗯，这可不行，萧家三房就剩我们两兄弟了，你要是也出家了，你想这萧家的香火那就彻底断了。不行不行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在外面求大自在，求大快活，哎，把萧家的重担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是吗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哼！哎，你懂什么？出家乃是大丈夫作为，你呀，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？不行不行！你现在说，我不就有思想准备了？我跟你说，反正要去咱们一块去，否则我告诉伯父，到时候谁也别去。你别胡闹了。何英，来，歇会儿，把药喝了吧。把药放我床头吧，我很快就抄完了。哎，夫君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你
怎么又咳出血了？这两天遇上风寒，准是老毛病又犯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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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抄了别抄了。不行啊不行，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为什么要没日没夜的这样赶啊？夫君不是说过吗，人生苦短，稍纵即逝，我再不行就来不及了。额英，来把这药。谢谢夫君。喝了啊。慢点慢点喝。苦吗？苦，可是夫君未平切煎的药，再苦我也得喝呀。夫君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刚才煎药的时候，眼睛里进了灰尘。来，我帮你吹吹。没事。没事的，来。不用，我帮你吹吹。好了吗？好。夫君，额英想给你提个请求。你说吧。来，夫君，坐。额英想今晚夫君与嫔妾同床共寝。我们说好的，夫君。不，夫君，依我夫妻名分已有两年，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过任何的要求。可是，今晚不同，你看在咱们两个厮守两年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这个请求吧。不，额英，你为何要这样呢？我想为你留个后代，我想给萧家留一脉鲜活，这也是嫔妾最后一个请求，你就答应我吧。天快亮了，哥，我先到外面去啊。还没睡。这是
品妾为夫君准备的宝物。你知道我要去爱下莫过于心思，夫君一路珍重。阿姨，近日情债没有事尽偿还，百拜都不足以弥补我萧顾言的罪过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留了一首诗给我，一定是跑去出家了。罗云姐，你知道你男人要逃走吗？知道。那你还不留住他，快叫人去追。爹，别费劲了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能留得住他的心了。哥，哥，哥，快点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哎呀，把这个，快点！哎呀，把这个换上！哎呀，换它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穿着一身官家子弟的服装，这太晃眼了，人家就追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快！没想到你还挺有心计的。哎呀，要说呢，来来来来，老爷，泉州城内的几个寺院都找过了。就是没有少爷的影子。什么啊？老爷，城外几条大路都没看到啊。城内城外各个寺院给我去搜，给我去找，要是发现这个逆子，就是拖也要把他给我拖回来。是。哥，干嘛呢？这边山路，山路。师傅，老师傅，这么大太阳底下还晒干菜呢？有太阳不晒，下雨再晒。师傅，你是这寺里的主持吗？他忙着呢。他忙什么呀？晒干菜。请求师傅收我为徒，剃度出家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说话听得明白。想出家？二位是富家子弟吧？觉得寺庙是世外桃源，出家好玩吧？长老误解了，我们俩离家出走三四天了，风餐露宿的，是诚心皈依佛门，绝非玩笑。为什么要出家呀？和父母生气，一时想不开，还是想脱离社会责任，悲观厌世？都不是。弟子出家，一是为了了生脱死，二是为了嫉妒众生，三是为了续佛慧命。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我这儿无佛法可学，我只会念经拜佛，耕田种地。要学佛法到别处去吧。老师傅，古山野道风整肃，修行如法而闻名，怎么无法可学呢？求老师慈悲，收我们为徒，皈依佛祖。信不信由你，妙莲长老正在闭关，我又不收徒弟，请回吧。长老如果不答应，我就跪断双膝，直到气绝。对，要跪到别处跪去吧，我还要晒干菜呢。老师傅，别这样，走，别这。
哥，这老和尚怎么这样，一点慈悲心肠都没有。哎，哎呦，这下可惨了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怎么回去啊？哎，我是绝不会回去的，要回你自己回吧。哎呀，可是人家不收咱们，要不上别的寺院再看看。我想每个寺院都一样的，出家乃是大丈夫所为，除非道心坚固，经得住考验，否则没有人会收留你。怎么样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道心坚固，经得住考验嘛？走。哎，哥，哥，干嘛去啊？我们就跪在山门口。跪。哎呀，哥，他要是不收留我们，我们就不起来。哎呀，哥，我这肚子还饿着呢，还没吃饭呢。你，哥，哥，哎，哎呀，我说哥呀，要不咱们先弄点吃的，填饱了肚子，有了精神，咱们再跪不迟，好不好？哥，起来。哎呀，这药可真苦啊！派去打听的人都回来了？回老爷话，都回来了。泉州没有，就到别处再找一找。嗯，要不然再给二老爷去封信问一问。过一段时间再说吧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总算关门了。哎，哥，哎，快起来吧，这晚上也没人看得见。哎，哥，真的